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寻找蛋宝宝。哟吼！多么美好的早上呀！可爱的蛋宝宝，快跟着妈妈一起做早操吧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扭扭屁股，啊，扭扭脖子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伸伸手呀，踢踢腿，啊，咯咯咯，我的蛋宝宝，宝宝。不！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快去看看。鹅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蛋宝宝掉进前面的树林里不见了。哥哥，鹅妈妈看起来很着急，我们快帮帮她吧。让我想想，啊，有了，我们可以请超级汽车来帮忙。啊哈！召唤超级汽车！火箭赛车，超雷达警车，超级汽车，汽车出动！蛋宝宝你在哪里？你的妈妈好着急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开启雷达寻找你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让我整个全身寻找你。找到啦，宝宝你在这里，草丛后面找到你。哦，又不见了。哎呀，宝宝太调皮，看来看去又不见。青春赛车再出动，我们一定找到你。第五找到了，宝宝掉在河里，快点快点，顺着河流往下飘，哎呀哎呀又危险，不好啦，轰隆轰隆加速跑，要比小河跑得快，急刹车向上飞跃，一把抱住蛋宝宝，安全啦，终于安全了。咯嘎咯嘎，今天天气好，适合做早操。适合做早操。宝宝，跟着妈妈一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四、二。啊，哦，宝宝，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健身计划。好好吃啊，好满足啊，我每天都要这么快乐。都吃完了，那就再去买一点吧。这个门怎么变窄了？
哎呀，这下怎么办啊？白浪湖、开心湖，你们快过来！我被卡住了。开心湖，我们快帮帮皮皮吧。嗯，一、二，嘿，嘿，啊！太重了！皮皮，过度肥胖会影响你的健康。怪不得我总是觉得不太舒服。看来你需要一个完美的健身计划。哦，召唤超级汽车！跳跳出租车，梦幻美食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健康运动，健康饮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我想吃蜂蜜蛋糕和巧克力，汉堡包、甜甜圈，还有冰淇淋。美味的零食在哪里？全掉进我的嘴里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这扇门再也卡不住我了！哟吼！哦耶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陨石袭击。我听说这次的流星雨是100年才出现一次的哦，真的好期待呀。根据我的调查，贝勒森林就是最好的观测点。那我们快点走吧。快点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。我来搭帐篷，我们来准备食物。我来组装望远镜。皮皮小心！流星雨观察小队，准备 go！ 看见流星雨时，一定要记得许愿哦。哥哥。这个是什么？不好，是一颗着火的超大陨石。超大？有这么大吗？根据计算，比一栋房子还大。
让我看看这颗陨石要飞到哪里去呢？是贝勒森林！贝勒森林有危险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铁臂挖掘机，装甲消防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来看流星雨的吗？看什么流星雨啊！快跑，你们有危险。没错，有一颗带火的超大陨石正朝这边飞来。没时间了，大家快走吧。哼，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们还要许愿呢。真的有大火球。大家往这边跑。好陨石好像一颗大火球，好可怕。小心，森林现在有危险。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超级汽车来帮忙，随时准备好战斗，守护森林的安全。举石头，瞄准目标甩出去，要用力，飞呀飞，大大石头击碎你，一个接一个发射，陨石打不坏。看我的，消防车，灭火救援最无敌，最无敌，朝目标，水枪大炮准备好，准备好，砰砰砰，大大水球熄灭你。一个接一个发射，哎呀，大火灭不掉。怎么办？陨石越来越近了。我们再试一次吧。我们一起烧。加速度，石头旋转飞出去，好快啊！加能量，水球变大喷出去，好强啊！大陨石轰隆轰隆被击碎，变成小小的火球，哗啦哗啦被熄灭。成功了！太好了，贝勒森林安全了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！章鱼车来袭！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？哼！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！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！哈哈哈！呀！
哦，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呼噜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！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废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啊！猴子大搬家。嗨，猴子先生，猴子太太，是你们叫的出租车吗？是的，妮娜，你可真准时。听说你们要搬家，快上来吧，我带你们去新家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些行李。没问题。太重了。抱歉，我们的行李确实有点多，这里还有20个。啊，你们只有2个人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李？因为还有我们呀，我们是个大家庭。我需要帮助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怎么了？猴子先生要搬家，我需要帮助。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行李，而且人数也……没关系，我们都可以搞定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出租车，妮娜，巨无霸破车，搬搬，豪华公交车，巴斯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全都搬完啦！
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嗨，我们也要搬家。没问题。